再来看到台湾超级 cosplay 决选，今天在南部一家知名的游乐园举行，现场人潮满满。2013年台湾超级 cosplay 庆典总决赛今天在南部一家知名游乐园举行，11组22位参赛者使出浑身解数，从戏剧、舞蹈及格斗等方式努力展现自己扮演的动漫要角，台下观众也看得目不暇接。评审一致表示，化身 Fate 肌肉的征服王与狂战士二人组完美重现动漫人物的精髓，精彩的演出更让他们夺下冠军，他们也将代表台湾赴日本参加 cosplay 高峰会。联合报刘盈慧云林报道。